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tag 给带上去，万一它跑了出去怎么办呢？是不是呀，小狗狗？万一跑出去了，还可以把你领回来，这样你就丢不掉了，对不对啊，沃特？谁让你是只撒手没的，真让人担忧啊，沃特，是不是？撒手没小狗狗，小狗，小狗，小狗。好了，进去吧，我们要去探这个头。你要进来见其他狗狗了，你高兴吗？哎呦，你激动的，拽都拽不回来。哎呦，要杀狗，屁颠屁颠。你知道吗？这里有多少辆车，就代表这里有至少有多少只狗。进去了。里面全是狗，看到其他的狗，它已经开始疯狂的，不害怕，都是小狗，暂时不要害怕。No， 而且小狗也会欺负，不要去欺负其他的狗狗，好不好？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放狗。好了，既然到你目的地了，这块是比较小一点的区域，先让你试一试，好不好，窝头？So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here? Yeah. She never unleashed before, so we gonna start somewhere, you know. We wanna just start somewhere, you know, more small. Yeah. My dog is 10 years old and we're still. Come here. Yeah. Come here.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Oi, oi, oi. 听我的。What the hell?坐下，窝头，窝头，我告诉你啊，这是你人生第一次按力气，你能不能看看镜头，给我看，你给我郑重一点，窝头，坐下，坐下，坐下，宝宝，坐下，点个，你吃个东西啊，窝头，把你爸吓，窝头，窝头，吃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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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进去，好了。你解放了窝头，等一下，窝头，走吧，馒头你自由了，哎呀，回来，哎呀，哎呀，哎呀，窝头，来。哎呀呵呵，哎呀，你是可以回来的、哦。好了，认证了，你是可以回来的狗，你可以去等下更广阔的地方了。他会追我。你好，试试看。我有。哎呀。两个傻子。我头，我头，回来。哎呀。哎呀，哎呀，从旁边飘过。